大家好，我是高健。随着神舟十三号的顺利返航，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仰望星空，种下一颗热爱科学、探索未知的梦想的种子。请党放心，强国有我，接续奋斗，青春万岁。2022年5月3日，关注河南卫视，关注中国青年报，关注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《青春万岁》，让我们一起传承理想之光，奋斗者正青春，青春沸腾，青春万岁。